然后其实在台湾有出过一本书叫做《然而很美》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去书店可能还找得到。然后那是一个外国人写的、啊、就是一个美国人写的，但是他就是用这首曲子来当书名的 But Beautiful， 然后里面写的好像也都是跟爵士乐手有关的东西吧，对，故事，但是其实应该有点像是穿凿附会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这些是故事，是原创故事，就是不是真的发生在这些乐手身上的事，但我觉得大家当小说来看应该还 OK 啦，就是 But Beautiful， 然后我们要演的是原本的这首曲目的版本。Thank you.
温柔哎、欸，这两个乐器很难吵架哎、欸。只要不演我的曲就 OK。OK 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最后 要来整理一下，就是听众的提问哈、哦。那还有我自己也想问的地方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巴西音乐的地方，因为有听众希望你们可以介绍一些巴西的爵士专辑，你们推荐的。哦，像刚刚我说到，我很喜欢那个东北方的音乐。那有一个乐团，它是好像是1967年的时候，它其实只是本来帮一个流行歌手的伴奏乐团，但是这个乐团的那个演奏能力跟创作能力又太强了，所以他们就出了一张专辑。然后这个乐团叫做Quarteto Nuovo 新四重奏。如果需要那个写下来的话，就是也可以稍后再提供这样。那他们是四个来自巴西东北方的音乐家，那当然就是擅长就是把这些摆药啊，然后火候这些这些音乐有一个很特别的节奏风格，就是会有噔噔噔噔，这个在古典乐来说，你可以说它是那个哈巴内拉，嗯，哈，我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啦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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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会变倒铃的这样，对，这是那个卡门这个歌剧很有名的一个节奏。那这个节奏就是其实也在巴西东北方受到很深的影响。这样，那在这张专辑里面，他们就极尽所能，就是变形这样子的节奏，我觉得蛮有趣。然后有变拍，然后也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打击乐器，譬如说有一个乐器叫做驴子下巴，大家听过吗？没有，就是真的是驴子下巴的骨头、哦、骨骼，对对对，然后晒干之后，它会发出一个的声音，骨头本人哦，对，跟那个上下排牙齿，还有那个头骨一起这样，有点像大家撸那个洗衣板会有那个声音啊，但是它因为它是骨头，所以它还会有点震动，对，它是两排牙齿。一起震动，所以有一个咯的声音。驴子吗？这个驴子比较适合，比较大片的、啊。应该不是把它杀死的，就是自然死亡的吧？所以它牙齿还在的状态。对，要牙齿。超人老驴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像是这样子特殊的打击乐器也会出现在那张专辑里面。然后我觉得，虽然是1960年的作品，但是现在听来就是完全不过时。喜欢激素派的也可以去听，然后喜欢爵士乐的也可以去听。哦，好哎、欸，好，那华记，你介绍一个就是当代的玩巴西爵士的音乐家有吗？好，那我想要介绍的是一个吉他手，叫做 Pedro Martins， 然后他是他有跟另外一个巴西，Pedro Martins 本身就是巴西人，然后另外一个贝斯手叫做 Michael Popin Guimia， 然后他也是巴西人这样。然后他是弹电贝斯，就是一个是电吉他，一个电贝斯这样。然后，但是他们就用二重奏的方式，然后演很多就是他们巴西传统曲目，有包括修罗，有包括散法，然后也有一点点 bossa nova，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东北风格，就是什么风格都有这样。然后，但是就是他们两个乐器就是玩的就是非常的疯，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两个乐手这样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去听这张专辑的话，可以也可以顺便搜寻一下那个。每首曲目是谁的创作啊之类的，对，因为都是巴西的经典曲。你刚刚讲那些人名，我们真的没办法记得住。对。